欢迎收看阿甘大明星。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一个大来宾，我们一定要用那个起立为他那个表示我们的欢迎。这个人在这次在这个戏里面太受到大家的那个注目了，而且你很忙，忙到没有时间来，为表示你今天播控前来，我们决定站起来为你掌声拍手，欢迎张丽芝小姐。阿弟没卡卡姐吗？哎呦，拜托，我一向都是这样子的。哎呦，你这小杂货，你阿卡，小杂货，没有没有。哎，没事没事，我跟你讲，金枝今天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昨天啊收视率创新高，5.5，全国第一，拍手再一次，拍手再一次，太开心了。真的真的真的，好，你现在先用正常的身份，就是张静之身份，然后代表那个戏里面所有的大家，先跟那个广大全国观众致意，感谢一下，好不好？真的，好好好，真的要非常谢谢大家，因为我们的收视呢，帮你上那个标有没有很漂亮？创新高，全国第一，金光闪闪，真的是觉得大家的努力就是有。辛苦都值得哈，你每天那边外景啦、棚内啦，像那个大家都很辛苦，就是疲劳轰炸。以前念书有那么认真吗？以前念书的时候也蛮认真的啦。哦，真的，我来讲啊，张静之哈在那个餐厅用功背剧本的画面，在这个餐厅里面有这个公司里面大概有大概300-400人看到你在那边念书。真的吗？你真的把背剧本当念书，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就空档的时候拿到剧本一定要赶快背啊。对，然后你演到全国的人都在骂你，我觉得也真的是蛮难得的。心情还好吗？很好。有去看医生吗？没有，没有。好，但希望你这个月演越开心，好不好？然后今天这个5.5全国第一，我们先希望今天晚上那个收视再往上冲，对，继续，对不对？继续，明天再冲，后天再冲，冲到有一天，不然大概破个6、7、8，你再来玩一下。我觉得是 OK 啊，我觉得你说 OK 都是随便说说，因为我们去跟剧组讲，他是说张静之没赢，对，我们就等你等那么久，对啊，是可以啦，只要有空就赶快跑。不知道今天黄少祺庆生有没有许愿？应该有吧。我觉得他可能许愿，他可以就是帅一点，他最近也没有很好看。好了，大家那个静之来了，静之请坐，请坐。行，等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好好聊，线上欢迎大家留言，好不好？好，那个留言也不用太理智啊，就随便你要留什么，反正张静之都，张静之说人来到这边都水在林啊，已经没什么喜欢了。欢迎来骂哦，你领先、不是啦，人生来到2018年，已经没有什么所求了，嘿，真的，而且。我们要让那个这个状态要进入那个戏的情节，好，所以那个庆功完毕，你知道。收视率就是一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延续它才是最重要的。请你继续努力当坏女人。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哦，虽然你变漂亮了，但还是要继续使坏。来看一下最新画面，张静之。导播现在还在生气吗？导播现在生气了，所以。金星荣小姐，你进前刚刚冠廷小阿婆，后来你变心偷吃。害过侯三林受到这大伤害，啊！不过伊嘛因为安尼，搁较拍拼，想要替大家服务，所以算起来，你嘛算是伊人生的导师呢。不管你今仔日来遮是要创啥，我拢足欢迎你来交流指教哦。这人家脚官鸟是讲什么鸟话？你是趁机甲你消费呢？好啊，即摆要来互相伤害是无？恁做梦毋是三脚猫啦！我来甲你拼，让你的造势会变成一群老狗。嘿，阿婆，该认真哦，你的书啊，行啦。公园一举行好，连我嘛就形象哎。不过说来，你还继续拍拼哦，因为我会变做你上大的对手。金星荣，高冠廷你的动算，你的输哎。哇，新龙姐真正是有够帅啦！面对黄秋莹那尼考试，啊，搁无动于衷，搁冷处理，讲几句话哦，就会使表现伊的气度。嘛表明哦，伊要甲高冠廷哦决到底的决心。哦，这些哦，迄高冠廷要踹你打。
我刚刚在跟那个张静之聊秘密，哎，那是昨天最新画面跟人家呛下。不过我们先回应一下网友，网友刚刚都进来都是超美的，谢谢。你就碎耶，你就碎，你就碎，现在就后悔，大概都写这种东西，也是蛮肤浅的啦。不要啦，开玩笑。哎、欸，你不要这样子，我总是被骂丑，你让我开心一下。哦，真的耶，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明星的那个自己的版面上都是骂她丑八怪，我也不知道你。哎、欸，不好意思，小姐，你觉得你哪里丑？那镜子借你照一下。其实我，不要，这偷偷泼没有水啦。对，我们其实，我跟你讲，这一集的节目本来是想要安排在泰国泼水节的时候， okay, okay. 对，让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一些活动。泼到一个很专业，应该已经都没有什么，就是。本节目第一次收视率突然间大飙窜，也是你跟人家send最配的那一天。对，真的，你真的很辛苦哎、欸。而且上次雨珍姐来不是有讲，她真的有打到吗？有，她就说她打完之后就万分的不舍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就是跟静姿在笑笑聊说，哎、欸，你们刚刚那咬牙切齿，然后打开两瓶，请问在拍垮啊？没来没去，等下相互呛呛。请问导演喊卡的时候，你们是怎样？嗯，其实现场真的超级欢乐，真的吗？我们这组人像看洪恩哥、雪凤姐，然后雨珍姐，就是我们几个人真的是就笑哎、欸、啊，笑、欸，因为现场小狼做消息的对啊，对啊，而且你戏都已经那么沉重，都已经这样子了，那么的戏剧化了，是你一卡完一定是大家都欢乐成一团，包括工作人员什么的，大家就闹成一团、啊。有哎、欸，所以那个在拍戏过程当中，人生最欢的时间就在等导演喊卡，对，然后你们突然间回神一下。可是那些那个骂人的台词啊、嗯，我们那天真的是认真的看到静姿在做功课，你的剧本好像那个字都特别多，对不对？其实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当然那个本出来我们会自己再稍微修改一下嘛。而且因为我后来跟雪凤姐对戏，她有教我，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话就是讲得更流畅一点。当然说本已经写的是 OK， 但是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啊，我可能这个角色我想要就是哎再加个什么，或是再怎么样把它讲得更顺畅，或是。要见就再见一点之类的，的所以我就会自己再多做一点功课，就往死里演就对了啦。啊、对，人生演成一个这样的境界，你好意思讲？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不是这样，所以你在戏里的时候就尽量啊，反正没有真的演的。然后那个最近，其实我们说句真心话啦，就当时他绑着马尾，我们觉得、嗯、啊，拜托这把人扯来，在上什么节目啊？哇，这肯定在桃木绑来，我刚睡当当，没有看到张静姿的头发，最近就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新造型，大家喜欢。你喜欢最近的样子吗？总算就是到人家家里拿了一点钱去 settle 了，这样子。对啊，因为其实这个造型都是跟戏里的那个角色的过程进程是有关系的。哦。因为黄秀仪本来就是一个没气质，不会打扮，在里面就是她不是、哦、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天生贵妇嘛，所以她一定没办法。小家子的女人、啊。对，她打扮起来也只是一种模仿。那因为最近他 自以为要变成议员夫人了，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开始穿金戴银啊，开始穿一些就是比较那种啊洋装啊，然后头发也要弄下来、啊、天哪，没想到你在站在张静之的角色看黄秋怡也是蛮尖酸刻薄的哦，那是当然的了。对不起，所以你对这个小杂宝我先不得跟他说吗？嗯，好，你们把钱弄出来、就是、你跟那大跟菜市场上看到你的那眼神都差不多，你是怎样最近看到大家都没有 holding 秋在看你，还是会心里有点酸酸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是真的蛮不讨喜的啦，就是已经有一种病入膏肓的感觉啦。因为就除了你爱一个人就算了，可是你爱一个人又要就是怎么讲去抢啊，然后自以为啊，然后看不清楚现实，而且我觉得我个人最无法接受是他对儿子的态度。你知道我每次在现场看到就是汉森就演我儿子来，我们说儿子啊，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见一次面，然后一见面就是吵架，一见面就是他又不满意我，然后我又在那边用我自以为的态度去对他，可是其实我根本就，我每次都在说，我是不是根本就不爱这个儿子啊？真的，否则怎么会这样对他呢？天哪，你们这些认真的女演员，都讲到同一个点呢。上次高宇珍来也在讲，她说她演这些戏哦，你要她怎么使坏或干嘛，真的都没关系。她说她演到亲情的那一块，她就觉得说，就是。他整个人就是也没那么柔弱啊，或干嘛，就跟你讲的，现在就你的那个秋怡的角色在演到跟小孩的那一段了、嗯，你也会有心理上比较多的纠结，就对了。会啊，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本人的家庭是算幸福的啦，超幸福，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那种妈妈这样子对小孩，就是我自己其实最过不去的反而是这个。你说什么强老公、嗯，不是说强老公可以接受啦，对，但是就是那个东西我还有办法说服自己，因为我就是爱到了，就是可能说以戏的角色来说，我就爱到啦、哦，我就觉得他是我的，我可以说
我自己心里相信冠廷其实是爱我，不爱、不爱那个，哎，突然忘记，对，心容。我要被搞高女生搞，我不在乎他，不好意思，天哪，就是、我没有办法忍起你们之间。我们其实本来，我们本节目本来比较肤浅啊，想要办一个金星荣跟黄秋雨的插花比赛啦，但后来因为花彩，对，就是插花，看谁插的花比较适合放在客厅，哦，就可以当正宫，对。但这梗都破了，希望有一天还是可以邀你们两个来这里，类似对骂啊，或是互相的做一些糕饼啊那种感觉，比一下厨艺，比手艺，比一下谁比较贤惠这样子，也是 OK 啦。但那你个人觉得说秋怡比较贤惠还是心荣？心荣本来是个笨蛋哎、欸，就是一直买东西的蠢蛋。对，其实秋怡就是戏里苦，所以都会在家里煮饭的那一种。对，他戏里的设定，他是一个贤惠的人。他是可以煮一整桌菜的人，所以我就是戏里会一直用这件事情来呛金星荣，因为金星荣就是贵妇命嘛，好命啊，每天买东西，然后我就是那种我就是可以做菜，我就是很健康，我可以把它抓得住他的胃什么。我好喜欢看你呛呛的嘴脸啊，真的吗？我就是会做菜，嗯，就是会，哎，就是赢啊。不好意思，哎，导播给他一个专属的卡，然后我们现在让他对金星荣讲一段说，我就是熬煮饭，恁人就伫阮兜食足久的。啊，吃来吃来吃来，都无想要回去，啊嘛不是我的问题，类似这个意思。一段即兴，我就是可以抓住他的胃，也可以抓住他的心，你就是赢不了我 ，sorry。你这嚣杂哦！为什么我今天来不是要来平反一下我的形象？平反啊、为什么我从头到尾不用平反 ？OK OK OK， 你现在不要随便平反，现在平反大家会好，对对。但你刚刚讲 sorry， 我更觉得蛮好的，对不对？如果有一天，搞不好在里面我们可以帮助那个秋怡去进修啊，因为她想要当夫人，可以安排她去做一些、外语的那个。搞不好当了适合你、欸哦、当了议员之后，可能有一些国外的外交官来，然后做一些中美交流之类的。就有一天你突然回去家里，就跟雨雪凤讲英文这样子，改天不把公英译，啊高高，还不错，反正那个你本来就会嘛。那外文系啊，真的还要辅修日文。对 对, 對，天哪、啊！然后他忽然就觉得说，高开心，别当这领导行不稳了，但是金匠金匠干哎，好媳妇那种感觉。好，这样子是不是？我想观众应该会疯掉吧，我就第一个想去。我说真的，就是看戏看到入迷啊，连那个公司的人，就每每看到张静志，就会有一次，对，那里有一个偷笑的，谁想打我？不是打你，他超好笑，我就跟他说，哎、欸，快点，今天我们、啊，因为他都会陪我们来这边录影、嗯，然后我说，哎、欸，我今天那个张静志要来上安大明星，哎，他说，哦哥。可是我很讨厌黄秋怡耶，他就这样子，我想说你有需要这么激动吗？欸、说真的，你今天说要来这边，我其实我有点害怕、欸啊、我害怕你们这边留言会一片的骂声，或者是有人看到说，因为是直播，你知道冲来这边、啊，对，等一下突然有什么不会有人不会，我们这里有警卫，人家有警卫啊，还好这边戒备森严，拍摄手法都紧哎，对，有另外还漏，但大家看戏人其实在某些状态当中还是正常的。其实你也算是在帮他们找一个出口宣泄啦。对啊，真的就是人，也许真心遇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可能……哎呦，其实说真的，我自己都想骂了。你看我刚刚讲到黄秋怡，我的嘴脸就已经、嗯、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我知道，但我们比较喜欢看你演黄秋怡嘴脸，你先不要骂他，不好意思、哎。对，尽量做一些就是比较让人家觉得、okay. ，你知道我最近白眼练得很好，我真的觉得，因为只要看到一些就是什么 Apple 啊、新荣啊、怀农啊那些人啊这边讲一些。什么话的时候，我觉得啊，还有小丽，就是不断的翻白眼，会不会这样会导致你颜面神经有点失调吗？还是说眼睛的部分会最近、眼睛的部分有点不舒服？比较干涩、啊，对。哎、欸，你的外景多还是你的棚内比较多？嗯，都蛮多的，都蛮多的、嗯。然后你喜欢在哪里拍？以现在发型来说，它虽然好看、但是外景真的非常痛苦，就是、很热，因为很热之外，外景你知道风很大嘛、所以就是会呈现风婆子的状态。其实也许是编剧的心意啦，他突然间想说，突然刮一阵风来拍到你，就满面的头发、就是、那种潇洒的脸鬼的感觉。对，观众应该会很嗨，那个时候说不定收视率会破榜。你这潇洒的头毛终于给你把酒台压起来，然后他就是那种心情。然后观众说：“你看，就是潇洒不？你看果然是这么的丑。”没有，你观众不会这样，他会截图都放在手。机桌面上，哦、你跟我们接的，还是列印出来，每天在家里设备。然后你就会突然发现，你的那个网页上就是被留言都 po 这张图出来，所以要记得关闭图文留言的。OK， 那种相关的充满了丑照。有，哎、欸，但是我们说句真的，就是静志在最初接到那个秋怡这个角色的那个设定到戏码、因为戏跟生活是一样的，就
也许就是金家好媳妇演一段，就是过程就是稍微紧缩，要快速的那个通过那个时间的那种循环这样。你最初的秋怡，你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故事吧？最初就知道，还是有稍微讨论到这个？有。Oh. 最初其实就知道会有三角恋了。哦、oh. ，对，其实我们在拍，包括我们宣传照，就是洪恩哥一个人站在我们两个女人的身后，其实看得出来是会有外遇的状况的。哎、欸，等一下，他说，你刚刚说什么？刚好闪过去说什么？我袂响，我袂响搬戏，我袂响，我可能没人了。你都不骂人吗？会啊。对啊，你没骂下来。买啦。那要买啊。不要这样子。他拒绝的哦，不是我。没有。他说在那边这样对骂，不要跟主持人对骂，主持人骂不过黄秋怡，拜托他台。我想也是。他吗？我吗？谁打谁你吗？导播今天我告诉你也没有，就金家来，大家除了被打过，有啊，对啊，上次我被那个方婉公打巴掌，嗯你现在什么人？黄秋已经在那边看到我期待的眼神了吗？有啊，哎、欸，我你今麦想哪？你是让现出个现在不够欢喜，你今麦来这报完球，你要配合，哇，啊、真的是，啊、你还没胜负哎，我感觉用方婉公一刚老公，哎、欸，我都打真的怕就给我打上来了、啊，真的假的？但是不会痛。其实不会啦，我知道啦。哎、欸，你在那里面被圣去配的时候、他有没有人真的失手啊？就是圣的出秋不会轰那种感觉吧？可是其实还好啦，应该你都還我们其实都会，大家其实都会收那个力道，大家都经验都那么丰富了。我也是这样想，看到你今天来这么健康，我们其实都放心多了。真的，我们好担心他哦，就每天被那么多网友乱骂，你看拎紧的啦，唔通安尼啦，我跟你讲，伊嘛皮带刚要做这个戏耶，啊，就人了脚本都提掉，啊，无钱无谈出的，是要开销。哎呀，一开始就知道会外遇，但是真的不知道会真的变成这么 的。但是你知道，这样现实当中也帮助自己生活稍微就是手头宽裕了不少，每天演戏要有气筹。哎、欸，我跟你讲，演八点档的就在等这一刻。那个角色中了，就是没有一天希望你消失，你不见了，观众还会想说歪款、歪款、歪款这样子。你很重要哎、欸，谢谢，真的。然后那个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每天是带着什么心情进我们大楼的、啊？就是你怎么进来跟怎么下班，我真的很想知道哎、欸。就是你进来的时候是张静之，下班的时候是个变态、欸、黄秋怡啊，难道出门、欸？不会啦，我下班也是我自己啊。我知道啊，但是总是经历过一整天的黄秋怡这个萧伯的角色，然后我也就是会有一点，有时候回家就是不想讲话啊。真的吗？嗯，会有一点。啊、你爸爸妈妈会担心吗？我好好的女儿啊，我供你念到台大毕业啊，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我觉得我爸妈应该也是看得蛮开心的，搞不好也有偷骂我。哎、欸，对啊，啊你有以前空姐的朋友来跟你说，你最近状况还好吗？这样对啊，哎、欸，空姐，毕竟你要笑脸盈盈啊，还是欢迎光临什么之类的。这个你的人生成长过程都是走那种高端生活的那种，包括的个人的状态呀，还有自己的那种形象累积培养等等。你突然间让你暴走成一个这样这种这样的一个市井中的那个富人。嗯，但其实我自己是还蛮开心的耶，是因为我觉得演戏就是这样啊，这好像就是你入这一行的某个想法，是对对是吼，因为你看演戏如果说真的你就一直演同样的角色，然后一直演很好人啊什么的，其实也是有一点。不能说是无聊，可是就是那个挑战性就不够。不会啦，不会啦。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就是还蛮不错的。被泼水的时候是有什么感觉、哦？有感冒吗？有凉凉的。蛮凉的。那天那个佳佳泼水嘛，然后他有点害怕，而且大家都说，哎、欸，你要一次就 OK 哦，因为我们如果泼了之后，你又湿掉衣服，还要再吹干，大家还要再重新再等他，然后他就有点想说怎么办？然后因为雨珍姐站在我旁边，然后雨珍姐说你不要泼到我，然后你们好贱哦，你那个佳佳我可以想象跟雨珍讲这句话故意弄人家的心情，然后佳佳就很紧张，后来他就又有点想要。因为他们有来教他说怎么样可以看起来有泼到，然后有点避开。后来我就跟佳佳说没有关系，你就泼下去，因为大家看了会很开心，真的你就真泼。所以他后来就一直 OK 啊，欸、真的直接往我脸上泼啊。我觉得他是代表数千万个那个观众朋友泼你那一杯水，对，大概是那个心情。泼到瞬间就哦，好凉哦、啊。真的，你跟黄少祺讲一模一样的话、欸。真的吗？对啊，他也是叫那个要泼他水的人说。要扑就一次到位，往哥脸上冲，就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不要那个。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比较好。还有打也是，就算真的打到也没关系，我们宁可就是一次 OK、欸、真的耶，上次那个方婉菲跟那个
硬心的也是这样讲，他打就打了，就是打一次打两次，就是赶快把他打过去，因为戏真的很忙，啊、就是还要赶快去下一个现场。对啊，而且你有时候像比如说我们掉水沟，或是我们什么灾难啊、滚山坡什么的，我们都觉得没有关系，就真的来也无所谓。有，请那天来之后，晚上听说就是赤脚去跑步啊，在山区里面。你笑得好开心的，就大家一起受苦，也是这种演戏过程当中一种就是算是。同舟共济的那种感觉，同甘共苦，真的。黄少祺还让他脸书去留言说：“虽然你都欺负我妹，但你真是很辛苦，很敬业。”对，我看到你是就很多大家都去跟你留言，表示大家真的很关注一个演反派演到骨子里的人，那个在心理上面的那个纠结的概念，对不对？对。现在这个画面跳到了让我们有点害怕的地方，有人进入了。没有，就是有人进入了我们那个错误的页面，然后呢吓到了我们大家，不要随便给我们恐怖的画面，让我们以为被骇客入侵。刚没有人切，大家千万刚没有人切。哇哦，原来我功力这么深厚啊！我一来之后，脸怎么都烂掉了，是不是？已经到这样的程度了，快不要这样说。怎么这么恐怖呢？真的，金枝在目前到现在对戏为止，跟那个雨珍之间最难忘的有哪一段是比较？让你现在想起来都依稀还记得几句词啊，或那个情绪都还有点印象。最难忘的就是一个，就是他打我六巴掌的那一个。而且那天在那场的时候，因为他是要把我就是有点像扑倒在沙发。哎呦！然后排戏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这样扑倒，就说：“哎呦！”就是突然觉得有一点就是吓到，开心，开心，记得消薄。不好意思吧？哎，那人生要被女神扑倒也是很难得的经验，好不好？不要，不是，不是，是另外一颗，另外一颗。对啊，你知道，就是我这样倒在沙发上，然后雨珍姐这样趴在我上面，然后就突然觉得有点害羞。我真的觉得有一天，真的啦，我真的觉得有一天叫那个金编去你们那个拍戏现场拍你们在对戏的过程好了，我就应该会变成另外一出很好笑的金家好笑。我跟你讲真的，而且我们在对戏常常比如说很近，然后是那种敌对的状态，但是一卡之后我们就。就是会来一下这样子啊，其实蛮有趣的。要先解除一下心里头那个，就是为了剧情，然后为了台词就撑出来的情绪哈。那互相一个那个类似像那个飞吻的概念，也真的是可以卸下一些心情上的不舒服。而且那一场，因为那个当下他是等于他第一次就是教训我嘛，然后骑上来打，然后其实我一边。被打，然后一边尖叫的时候，我一边心里觉得哇帅，真的，就是有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哇，这个我好想看你们幕后花絮，叫金家潇洒不？我觉得你们该去拍一下那个，然后金门每次在外面，然后拍你们那个每一个那个对完戏，我觉得幕后很精彩。有啊，因为那天连黄少起来，就是他说哦喊卡的时候，就全世界人冲上来一起跟他画胡子，然后拍了一张。对啊，对他们不是有播出来吗？所以你们真的是只能是剩下这些来自于愚人了。就现场气氛好一点嘛，大家开心拍戏啊。应该是说慢慢走到戏的到现在，跟你当初进入那个就是强老公秋怡，跟现在就是变成议员夫人秋怡的时候，你已经稍微释怀了某一些那个因为戏带来的，你说我心理上面的纠结，我觉得应该多少都会啦。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前阵子可能有一点误会，说我是不是想要告人或什么的。对对对对，你真的是很懂事。好，就直接讲好了。干下干下，没有空干。哎，呸！对对对，我们干杯就泼水，好不好？好。就是其实这件事说一下嘛，这件事大家有点害怕，是吧？好像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个某。一些新闻媒体下标也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说大家关心你，因为觉得你是认真的演员，可是也看到那个留言上用字遣词真的是能够把他激烈心情表达出来，他都从字典都已经翻出来了，所以担心你真的很受伤啦。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说针对黄秋怡的骂我都无所谓，你骂这个人丑啊，你去死啊，有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小编有帮你上了一段，就是说本地是张静芝的个人专属网页，关于黄秋怡小姐的任何言论，请大家要稍微冷静，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不能接受是有些人就会说，这个人现实生活也一定是小三，然后什么他脸长得就是恶心，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你要原谅他，真的是你要救赎他。可是我就是干一下而已啦。对对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就是觉得我也是，但也是要干一下啦。这样我们知道说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就是不要这么激动，就是我们也真的是真心是个好人家的孩子。毕竟没有人希望被就是。那你爸妈有心疼吗？我就是怕他们难过啊。啊，你会
啊、可是他们都高知识分子，他们自己会去看吧？就是因为你看，你如果一个女人，然后被人家骂成这样，爸妈一定会难过。虽然他们没有跟我，他们是没有这样跟我讲啊。可是我会觉得，真的，我们这个戏哈，看的收看的年龄层、嗯，就是很多很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在骂人的时候，比较没有在想那么多。对啊，对啦。所以有些时候，你就原谅这些孩子。哎、欸，我上次遇到那个年轻族群很高，我今天在那个餐厅里面的时候，我就说我今天要跟张静思聊天，嗯、旁边的人说，哎、欸，我女儿每天晚上都在看她，一边看一边骂她女儿、欸。哎，我说我真的、啊，妹妹这，对啊，妹妹才三年级，啊，这样好吗？哎、欸，我也没有觉得好跟不好，反正就也 OK 啊，但也不错啊。其实大家骂我就觉得，嗯，那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也许妹妹爱汉生吧，就觉得汉生妈妈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的汉生？对对对，大概类似那个感觉。欸、我儿子是男神哎、欸，我汉生真的是男神，汉生啊，小飞啊，还有最近的小川啊，都是就是年轻族群非常爱的。没有，就表示说我们这出戏已经到每一个人都成了大家喜欢的对象，收视才会这么高、啊。真的啊，不然打算叫你儿子来、嗯、也来上安大明星好了。好啊，天哪，男神来了这样子怎么得了啊？最近大家忽然间，我们今天真的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突然间他对你原配的老公，大家也觉得哇，你老公也是蛮帅的。就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知道，已经到了那种，就是这出戏什么都好，对，这种概念跟心情都是让大家现在心里头最觉得感动的。我们现在看一段影片，不知道你个人在拍摄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在网络上，他受到很多人的讨论。好，就你跟娟姐的一段对戏。哦、，OK。你个人，嗯，当过空姐，身材就是不一样，屁股碎大石，是不是？你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嗯，那先看一下再来聊。好哟，你讲这么多，就头电话是固定，到底是要从啥？哎呀，免惊啦，我这个讲出去吼，讲落去吼，你规身躯吼都会顺畅啊啦。没有，我会做不了，我会做不了。哎呀！啊！你今麦感觉安怎？有较好无？啊，你若无感觉较好吼，我会想别个办法啦。我，别啦，我好。哎呦！哎呦！今麦想了，大姐，我已经完成了好啊！哦。好，安尼就好。哎呦，啊！哎，现在网友留言一片温馨呢。Hello， 静姐姐。对啊 ，Hello。不要紧，临时起让他转换切换一下啊。他现在安安大明星啊，现在不在金家好媳妇。对啊。我们来看你自己在看那段那个屁股碎大石。嗯。现在讲一下那个娟姐，跟你之前也演过那个。她演过两次我妈妈。而且就在上一出戏，你也是跟她就是有一些很。就是很到位的一些演出，白露丝的愿望，对啊，真的。然后这次他还帮你敲屁股，他这次一出场就惩罚我啊，果然是只有妈妈可以是妈妈，我武则天妈妈就是要教训他，超强的，真的。而且我一定要讲一下，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有聊到，很多人都认为那一块石头一定是什么纸板啊、保丽绒、啊，对啊，因为敲碎以后就看到那些白的石。我们的道具有多认真？他们真的，我那天是晚上拍那场戏，我下午来就看他们在灌浆，好吗？灌浆吗？就是在那个模组里面灌浆，哎、欸，那真的很重哎、欸，那个是小飞一个人也搬不起来，就搬不动的那一种。啊，就压在你的那个翘臀上哎、欸。当然特写那个一定不可能是在那边砸，但是打下去之后我就躺下去，然后再把那两块放回我的屁股上了。哇塞，嗯、真的有感觉到做按摩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说你们真的很敬业到现在就凡事讲求真实，因为大家在看一边看的时候也会。就是一边来找茬，对对，其实找茬不是啦，就是那边看看钉钉，你下面很认真啊，因为我们也是怕说，如果用保丽绒或什么的，那个敲下去的那个碎屑一看就很假嘛。嗯、要拧，那既然要对啊，既然要演了，要演，也见到这个桥段就啊啊，这样屁股压着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觉嗯嗯，
好，没事，感觉还好吗？感觉很痛吗？也还好啦，还好啦。只是在那个石头前面呢，他们还有用那个像那种上面有一颗一颗那种按摩颗粒的按摩棒来打我的时候，哇，娟姐打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哦，好久没有被按摩到了。对，真的演戏演到是一个变态了，就是这样子，你也就是聊表一下当时突然间的瞬间的舒压，然后让你也觉得心情愉快。其实 OK 啊，而且有时候那些片段我们就是当喜剧来演嘛，因为它其实就是有一点好笑的成分嘛，有一点好笑的惩罚的那一种。懂。那以你的角度来说，就你站在演的这个主角上面，跟你站在那个戏外来看这件事情，你希望那个秋怡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啊？就是跟剧本无关的哦，就是你自己的心情想法，就坏再坏的彻底一点，还是要怎样？什么？还是要他也要干嘛呢？完全把他们整家人抢过来，什么坏到最高点？以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有话好好说，没事。没有啦，我是真的希望。高宇真来找你耶！哎，真的，女生，宇真姐现在拍戏吗？应该在拍吧，她现在应该在棚内拍。啊，她一直留言呢，真的是人也很好哎。你看看。哎呦，真的啦，她上次来也有讲啊，她就说你们其实私下就是真的就是好朋友。她就是女神啊！哎呦，你真的是哦，真的。你昨天也就是你最近都跟女神在合作，她抢女神戏里面的老公。女神也来了，女神加持，你看，有啦，大家都女神，你也是新一代新的那个啊，小三女鬼吧，哦，女鬼啊，我应该属于女鬼系列吧，okay, 你喜欢就好，我就没什么意见，真的，害我都要忘记我刚问你什么问题，也不重要，反正他人都有来就好了，真的，你担心，你觉得要给那个。就是秋怡急行的话，应该对他做什么事？泼水啊，丢菜啊。急行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应该不太让高冠廷很惨，害到洪恩哥。哦，哎，对啊，就万事都是他引起的啊，不是因为你不觉得干你什么事？你不觉得就是黄秋怡到这种打不死的蟑螂啊？你再怎么样弄他，他都无所谓。可是你去弄他最爱的人。真的会耶，是不错。让你念那么多书真的很危险呢，我真的觉得你读到台大，而且我现在想到的，我觉得还不错啊。就让高冠廷就是很惨，然后秋怡就有一个难过。没有当选也还好，还一定选不上的。所以我们昨天对，是我想到了，刚刚看那个片段，他们两个第一次那个交会，我们两个第一次交会的两组人嘛，我那个旗子啊，当天在拍戏的时候，你知道有多悬吗？后面那个高冠廷那个旗帜啊，怎么拍怎么倒啦，真的是旗帜，你在很大，然后在那边拍的时候就一直哦五四三，等一下后面旗帜歪了，哎，等一下后面旗帜倒了，然后我们自己跟洪恩哥还有晶晶，我们就自己说啊酸梅雕啊得啊得啊。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就后面现在在飘飘飘，就是那个旗子，哎，还有那个现场工作人员在下面帮忙拉旗子，不然他没有办法撑开。认真讲啊，如果真的是在选举场合发生这种事，他们真的是怕这个衰的概念，然后蹙眉头，真的很蹙眉头。那紧的，想不到戏里面，哎，所以五四三二 action 的时候就神就来了，旗子就不是就戏里面的神就来，就让高冠廷就出事。真的不能做坏事哦。真的让你在人生当中也突然就是有很多的领悟，拍戏里面戏里就是戏，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样子那种概念。对，好啦，反正大家也是在等待一个那个结果出来，就到时候看看，会不会真的如你所说的？反正你都在戏中啊，反正一定也不会，而且可以稍微预告一下，反正我接下来是有很惨的惩罚，最近才拍的，昨天才拍的，非常的。啊，可以说吗？大家会很开心。啊，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反正我没有说。大家会很开心啊，会，因为大家看到秋怡受惩罚都很开心啊。哦，对，所以我相信应该会很开心。所以你会很担心，所以你竟然先问那个五哥说，哎，今天大家会开心吗？他就知道今天自己会演什么，你就干脆这样问就好了。就还没拿到本，今天大家会很爽吗？他说哦会哦，大概100多分就知道了，那你就可能知道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好了，我们要拉回现实一下，因为张晶晶其实是一个。很高雅的女生，其实在刚刚看到她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大家都会笑笑讲说阿丽，你都念台大，然后怎么还就演戏演一个这么激烈的角色，但我有时候在想说也许就是因为她连在求学的人生途中都是非让自己做到最完美，所以在演戏的时候会让有用强迫症，会这样子吗？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大家对这件事情总是好奇啊。好像有一点呢，我好像有一点。哎，台大外文系耶，又不是什么台大什么什么系而言，你是台大外文系，
辅修日文，还有什么传播？嗯，新闻传播。你是有双学位吗？没有没有，就辅修而已。而已而已而已。那些都正在念书，辅修 很辛苦哈。对，这些人就是没有辅修才能来这里实习。真的，这边也有，也不用偷笑别人，然后都一样。真的，台大外文系，安妮是啊，不要问，不要问。对，分数都没有考到那边。不会啊，可是我觉得很多硕士不是。我也不会，想到这个我们就生气了。不会啊，对，你们念台大干嘛？就台大真的，哎。听说你们家全家都台大哦。嗯，对。怎么？我爸妈是中文系，然后我哥是新闻所研究所啦。天哪，你爸中文系现在还在继续教、那個嗯？没有没有，就是他跟我妈就是大学是台大中文系的、啊。真的哦，天哪，你们家真是一门英烈，什么东西？哇塞，而且都是超高厉害的哦，你外文系，然后、嗯、其实之前近期也当过一年的空服员，对不 对？是真的上飞机的那一种吗？当然啦、啊，当然是真的上飞机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嗯，你不有人想要考空姐吗？死了这条心哦，真的，这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哎，不要想太多哈、哦，做做梦就好了。空姐哪那么好考？空姐很难考，而且你是最难考的那一家。嗯，听说，听说、嗯，但是其实我那时候那一年，我就是想要，其实我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嗯、然后我想要去环游世界，给自己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因为我就考上空姐了。你们这些知道自己要考空姐的人，是什么时候才可以考上？欸、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害我、哦。我认真的啦，不是，是没有，我要告诉大家说、嗯，其实你都早就准备好了。对，因为我是平常心去考的。嗯、对。然后，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就反而先不要让他讲，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如果有一天张静之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很讶异。张静之刚刚跟我说的，对，嗯，他入这行之前，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演唱会。其实我有开过一次，很小很小心的，在哪里呀、啊？不是小巨蛋，是小河岸。不会、啊，你不要有一点不一样了、啊、哦，也是很厉害啊。是我在三年前生日的时候，哦、然后就办一个见面会，算生日音乐会这样子，然后自己去找，因为我认识一些就是音乐人，就是、然后帮我就是当伴奏啊，然后跟我一起唱歌啊，也、哦、有。嗯，当空姐有遇过恐怖的事吗？现场唱，欸、现场我都没有认真过，现场唱一首歌哦，一首就好了。然后当空姐有恐怖的事吗？然后嗯，对啊，华、哦、航吗？哎、欸，不知道啊，不好意思，好像是哦。唱唱哦，那大家点歌啊，什么东西？大家点歌、啊。我不知道唱什么哎、欸，清唱。你都习惯唱什么？这、就是国语的还是那个台语的？嗯、国语或英文歌吧，快歌吗？嗯。怎样？你有歌单吗？像最近有什么歌可以唱呢？没关系啦，你的经纪人好担心哦。真的？为什么？对啊，他说他怕我丢脸，是不是？对，有不是、啊？对，你知道他总是会觉得，就来到安大明星，总是会被逼唱两句歌。然后我告诉你，从此之后啊，人生都大开展。你等一下，唱片公司直接来跟你们报合约说，不好意思，我们想要签一下静之哦。对啊，唱两句就好，不要理他。唱国歌都可以，真的，人生到这边了，我觉得你唱国歌我都好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人家给你唱什么歌了。好吧，来唱一个，小小两三句就好了，认真的，他们这么期待，刚好遇见你啊、哦，什么东西啊？因为刚好遇见你，想唱成了不记得歌词，名字叫做李雨熙，是不是歌手的名字？我都不会唱这首歌，我只记得这旋律。好了，就这样吧。哦，好好好，我跟你讲，这样才是哪会？这才是你厉害的地方。我跟你说，你真是超大方的。我也没有叫你开场，我也真是突然间，刚刚在对这件事情都没有。我真的是跟静之在这里聊那一句话，我吓到了。他说：“其实哦，江哥，我跟你说，我最想唱歌。我在入这一行，我就说你为什么念台大外文系要来当艺人？嗯，我说没有啊，我就喜欢表演。但我以前也没有想到要演戏，其实真的没想过要演戏。对啊，那你。”他歌声如果让我跟你说，我们不要看他。如果现在经纪人对你现在歌声有一点点不是觉得说那么优秀的话，是因为啊，你一直以来他也没有带你去做什么培训啊，都在演戏，所以这件事情就大家可以好好思考说，哎、欸，这接下来如果要发片的话，感觉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你刚刚超机智的、欸，哎，
因为我就真的不记得，因为他就是刚好遇见你啊，欸、真的啊，我只记得那一句词、欸。你就这样子，你真的很好 Q 哎、欸，他 Q 你唱什么你就唱了、欸、然后随便那边说点歌了。如果这边有人唱，你唱呸，然后你就开始那边。啊、你说蔡依林，不要逼我，哦、不你不要逼我，我会接，等一下我会站起来跳，不要不要。我跟你说，江君之刚刚跟我讲，他就说他在家也就是唱唱跳跳，嗯，所以心里其实还是很活泼的一个女生。其实对啊，你不觉得唱歌跳舞就很舒压、嗯？有啊，就舒压愉快啊、嗯，开心啊，而且你这么多面向的那个，就是艺人嘛，对不对？这就是。然后艺人把这件事做到最棒，就是明星啊，就是这样的概念。明星做到一个顶尖，就巨星啊，不就大家一直在追求那个？你念台大，你怎么可能轻放过你自己？开玩笑，我光看你在那个餐厅读剧本，我就真的是那一幕没有帮你拍下来。一个人点了一盘炒饭，阿范来了就放在旁边，啊，他就看到那个剧本，然后饭就在那边。我想说啊，小姐啊，你甭来啊，你直接冲他回啊。吃剧本比较重要、啊。对，他就在那边吃剧本了，就拿着他那 A4 一叠那个厚厚剧本，在那边叭叭叭叭叭叭念。怎么想说，嗯，是在帮哦秋雨在帮那一盆炒饭持咒，他可能等一下是要端去给新农吃的。然后他这个咒语大概在这个地方。对对对。真的超认真的，然后那天我偷拍了一张照片，刚刚就是因为照片乱拍太多，然后找不到他，我就拍那个背影。嗯。他另外很开心说：“秋怡飘神位，他扎马尾在那边买便当，超好笑的。”然后原来他就点完餐，就是你这段时间生活其实就让自己尽可能在一个不要太多跳跃空间的地方，对 对, 对, 对，要进入那个演戏的状态。因为基本上最近的生活就是家里，然后摄影棚啊，外景摄影棚，家里就这样子啊。是，嗯。那如果我们那个企划的那个就是真的有幸成功的话，就。你觉得你觉得秋怡跟欣荣插出来的花、嗯、就是流派上来讲谁会是比较受到大家喜欢的？我觉得我的花一定是那种有毒的。我没有说，就是那种喜欢你的像这样子的、嗯、然后欣荣可能就是属于 我是真心的。我们哎、欸、那我们把那个气话说开、嗯、我觉得观众搞不好就会期待、嗯、我那天有跟高宇真讲、嗯、就我觉得你们两个来就是我们都不要干嘛，就我就坐在中间啊，你们两个就一人一盘花旗。哎、欸、等一下，怎样？你讲，我突然想到我们怎样，你有画面？不是，我跟宇真起来唱歌不就好了？你看，我们准备一下，他人家有代言麦克风，好了好了，他会唱，真的真的。那我们这边就点歌台很像啊，有没有？就很像钱柜的那个，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对啊，我们就这样一边唱歌一边插花，这样多好、哦。一边唱歌一边插花啦，因为我们还是有些计划，就是插花是正宫跟小三的插花比赛，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在规定时间内插完花之后开始线上票选，那输的那个人要把花吃掉。开玩笑的啦，他说花那个就是那个花是拿起来、啊，还是说、嗯、我们不管谁赢嘛哈、嗯，然后你都把花吃掉？不是，不是，干杯！哎、欸，干杯，干杯啊！哎哎，气死我了，真是的。我们这样子好了啦，就是输的那个票选输的那个人、嗯，我们就把送给赢的那个一把剪刀。要干嘛？把那花都剪掉。哦、就现场就是演出啊！你看他们好开心哦，这些大学生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这些人在看《金家好媳妇》的啊，嗯，不然你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骂你？就是成天就是先看完之后，然后再回去再思考一下，他们会用的词汇也都在那边，就全部都拿出来用了，所以你要原谅他们。就在上课的时候压力也是真的太大。可其实网军的那个词汇也是会被我们拿来用的、啊，我觉得有时候在戏里面也是会稍微讲一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叫我蚯蚓，后来戏里真的就叫我蚯蚓，然后我问说，哎、欸，这哪里来的？然后他们说没有，好像是网络上人叫你蚯蚓，而且是黄色的蚯蚓，然后蛮有画面的。不瞒你说，就当时金星荣来的那一天，我们是有用这个梗啦，嗯、就是也是看到狂，就是非常强大的网军，然后不断在网络上就是代表着他们对你的一些心意。嗯，他们就觉得把你弄成一条蚯蚓也蛮好，就死不了，切成两段之后还会各伸出一条来。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合宜耶，所以表示连这取名字都大学问。这个人就是因为这样就打不死，总不能叫你蟑螂吧？对啊，但不瞒你说那天。谢成君的角色，嗯，跨了嘎爪，对，也就卡起来，没错。所以我们那种也就是很多的想法都会出现在里面。你们会互相给彼此安慰吗？会啊。啊，那你们会说些什么？仔哥就说，嗯，他最近心情应该比较不好，也不会。最近换他演坏人，不管他怎么样，他都是男神。对，他就是男神、啊。他 OK， 而且他真的非常敬业，他真的很帅耶。然后就是上去要演坏人，也演到那么帅。对啊，真的是很不公平。而且仔哥后来
变成坏人了嘛、嗯、然后他就有跟我分享说没有关系，我们要坏就给他坏到底，往死里演就对了、越坏越好，就这样、嗯、所以你们其实在那个某些角色当中会互相取暖、嗯、然后那个演正宫的跟你对骂完之后还要来安慰你说啊，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就这样。但是上次那个高宇真的不断在跟我们强调有这样的心情跟这种事情，有啦，对啊，对对对，因为岳宇真姐很多年前也曾演过反派，所以他知道那种心情、嗯欸、来我们这里我们都想要有点特别的、嗯、就是突然就是你英文现在突然请你讲应该都还好吧，还好啊，我刚刚唱那个那么蠢的歌还不算特别，没有，那还好啦，那只是唱歌，我们是叫你讲英文，就是因为我这个想法就是以一个、嗯就是观众的角度，就是国外的朋友、嗯、我们相信金家好戏服总有一天会红到海外去，外国人难免也会有一些心情，可能他们会看到秋雨的时候会看着电视会叫他冷静一点、欸、你冷静一点，大概这样子，就这样，你可以用英文叫秋雨冷静一点吗，觉得还是说 你自己想一个就是更贴近的。 It's just like out of your mind, so it's like I don't even know how toSay it, but can you just get back on the ground? Like, they're not going to divorce. Oh, okay, right now they get divorced, but that guy is not going to love you. So, wake up. You 干嘛？没有啊，就是随便想一下。哪有？你就像演舞台剧一样，这不就是你最厉害的事吗？我也不过就是刚好今天把你会的都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而已啊。这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哎，开玩笑，张静之冲他回动这里被改超越他有那么简单？网络上骂他了，你回家先看一下好不好？你跟我快说话，真是的啊！随便念念都很厉害，真是学霸哎。因为其实看一些美国影集，就是会有一些那种 hello 的那种感觉。其实如果是英语，英文版也是 OK 了。不好意思，可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你毕竟当过空姐嘛，空姐在表达愤怒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压抑的。对，会。你现在站在一个比较这种角度的方向上来跟秋怡说一些类似布道的话，就是神会救赎你啊，或是说。如果你心里有不开心，到庙里走一走，心情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过不去的事情，要不要问一下阎罗王？那类似这种感觉，就是但是要 peace， 要稍微 peace 一点。这是一个空姐，空姐在飞机上看人家在看《金家好媳妇》，突然很激动，然后你就去跟他劝说 ，calm down， 什么这只是一个戏啊，或干嘛，就给他一些那。但是他说，不过他真的是个坏蛋，就类似这样。你要安慰我们，就是我是安慰观众吗？我现在在飞机上，不好意思啊，就是你是不是看这个 你是不是看这个剧情看得很不开心 I know why you say yeah Oh sorry Okay, this is just a TV drama So I know, but she I know, like she's outrageous, right? Yeah, all right Yeah Okay, okay. But you know, every bad guy will have a bad outcome. But so, this is just for now. Oh, right. Okay? Maybe wait for 2 or 3 years. Sorry, just kidding. So, yeah, 2 or 3 days. Maybe she will get hurt. Okay. I think she will pay for what she did. So let's wait and see. Okay? Yes, I agree with you. Yes. Ah, you want to help me out? Bitch， 谁才是真正的议员夫人？总有一天你会带高冠廷去海外参访。好，他也许会去日本，也许会去瓜地马拉之类的。演戏真的带给你很多那种不一样的生活经验、嗯、然后念书这件事情也许你在那边这个环境我们都是这个这样子一路求学上来啊然后读书啊跟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啦、嗯、就是很漂亮的学历是你对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就是立下的志向的达成而且我觉得从小到大都蛮压抑的所以演戏算是让我可以就是放纵一下自己有啊而且这件事情今天就只是简单的这些对话然后听那个静之在这边说说英文就表示说哎、欸，有些人真的毕了业书就丢掉啦能不能读书读去卡在拼
对啊，我弄个弟弟他快来立马宝贝给你，而且这表哎生活很重要嘛，就你也不能因为做了这件事忘了自己原先在行的事情。然后我会觉得你真的蛮值得大家这个好好跟你学习，我是学习那个精神敬业啦，就演戏演真的演到这样不容易，没有要演一个坏角色不简单。要心里要放开这件事是最重要的。我也是，就是还在学习了。这小杂不？嗯，对。现在都是要这样子。今天这线上一直以来就是大概平均就是大概20000多人在一起跟你同步的，是吗？是吗？是吗？希望接下来我们的插花大赛。没有问题，在你们两个播控的时候安排一下。而且你先告诉我题目了，我回去好好练习。要，你先练习。插插花，然后把玫瑰那个插到头上，偷刺一下之类。然后你们我们的单元就是插花过程当中还要唱歌，然后就一起去接受观众票选，现场开那个就是投票那种 PK 那种概念。嗯。然后输的人就是吞麦克风跟剪掉他的花。怎么多一个麦克风啊？就跟不然怎么办？最大最棒的代言就是把它吃下去啊！就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喜欢，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昨天收视创新高，今天一定会更好。嗯，但戏收视更好，表示你会越来越辛苦，就是一定要演到更到位。没有关系，大家就好想知道演员啊，真的怎么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你看吧，我是演员，真的在问你们这种很释放内心的压力。嗯，对啊，你有在释放内心压力的一些什么小 people 吗？就是唱歌、跳舞、运动啊，然后回到家就是玩我的猫，不是玩我的猫，跟我的猫玩，跟他玩，对，就是也是疗愈一下你自己，很疗愈，猫真的太疗愈了。小喵咪，就是每天。你在对的时候，我有点不是很舒服。我只要看到它，我就我懂我懂。那现场要逗猫吗？哪里有猫？不是，就是假装猫在那里啊，就跟它逗一下。最后一个 part 了啦，讲完就没有了，对吧？你的猫的名字叫冠廷。哎呀，不要是不是？哎、呀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那边的人比你更不舒服。我只是突然讲，手坏了。对，那些阿梅亚就全部人对，就这样子。回到家我就会这样啊，比如说这是我猫。你要用麦克风，你要用麦克风。你要可是我就是两手。好，我帮你。你就会这样弄它，然后它就会默默的，就是觉得我很烦，我跑走。我难怪懂，我终于懂了为什么你不喜欢你的猫叫冠廷，因为你这样弄，因为这样不舒服。对，我们也会蛮不舒服的。不好意思，哎，制作人很开心哎，他觉得我今天又做对了很多的事情啊、哦，是吗？今天本期节目呈现相当的完整，把张晶晶所有会的所有的那个才艺通拿出来，而且很多都是升值在他生命当中的，是拿不掉的。所以张晶晶是一个新的完美女神要诞生，这样子。完美女鬼。对呀、啊。好，完美女鬼在、那個、我要坚持我是女鬼。 OK、嗯、女鬼也就是有各方的魔力的那个概念。希望你跟女神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创造出一种新的那个氛围，神鬼交锋。要看戏嘛，总要多一点冲突。对、嗯，最后有什么要再跟那个大家推荐一下你们这个越来越精彩的那个金家好媳妇，快点。好的，越来越推荐金家好媳妇。哦，越来越精彩、啊、对，越来越精彩。他整个突然间，我突然混乱，我终于赢了。不好意思，没事，这主持人真的无聊。没有，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这条线啦，其他条线大家也都越来越，因为那个东西就堆叠，堆叠到最后它就会有一个爆点。然后我觉得每个观众都在期待那个爆点，是，所以就继续期待下去。而且爆完之后，可能还有另一波哦，不断的。安娜，你有在看世足赛吗？有，真的有，随便问都有哎。那你自己的队伍已经回去了吗？有一队回去了。德国是不是？西班牙。哦，西班牙哦，嗯、好。那你说后来现在在支持谁？现在就没有特别，可是、哦、对。你的爱在西班牙。也我没有爱某个足球员，但是我其实我觉得西班牙原本就是踢的。可是西班牙不是讲英文也不讲日文，所以你会去学西班牙话吗？有想过了。我就知道，不要再问这么无聊的问题了。下次再来请他来唱西班牙文歌好了。哎呦，真的，你还有什么要跟观众朋友说的？嗯，就是。没有，我个人没有，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金家好戏。真的真的，秋怡是秋怡，静之是静之，好不好？希望大家喜欢戏的人，然后也喜欢静之，然后讨厌秋怡的人也要喜欢静之，因为是静之把秋怡演得那么好，才让你有人可以讨厌。哎，有个可以讨厌是很舒压的事情啊，对，真的，他们可以舒压，一定是。然后今天晚上要让收视率继续往上飙升。所有的预告片请上网看，三立台剧粉丝专业通通都有。然后谢谢你今天终于来到安安大明星，谢谢谢谢。真的，然后因为你身材很好，我觉得我如果让你坐着做 ending 的话，对不起观众，不好意思，抱枕拿开，好，摆一个名模 pose 之后我们要结束了。好的好的，我以为这个是我们干杯结束。嗯，没啊、哦，干杯吗？好，先干杯先。谢谢大家看今天安安大明星哦，谢谢张静静，谢谢，下次见。
心你要的无限量。